就没有小黄，这样的气氛就是他们惯用小金枪，小金枪我们在两边发挥，想通过不想这个来影响我，但是我最终是需要我做好我自己该做的。但是我今天想来跟你说一下，我觉得不管是奥运也好，还是我可以对我有意见，可以对我，但是我想在颁奖的时候，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，是代表每一个人在上，是代表自己的国家。尽管你心中再有不愿意，没有千万不愿意，但是你必须要站上领奖台，因为你